Animal Crossing. Hello, hello, Fanny, hello. Ai da. Hello, hello, hey, hello. 12個，大家好，歡迎嚟到潮媒畫室。12個嚇，今日咧我講荷蘭啊，荷蘭喺呢、這個巴洛克時期咧嗰、那個畫會點樣啦、啊、？OK， 咁樣咧就係、是、有四一碌大，有得唔同 size 喎，得。Carry my hello。OK， 快咗，快咁快拎嚟。17個啊嚇，大家歡迎到屯門畫室。咁咧就我哋等一等齊人先啦。Grace hello， 聽聲你好。啊，大家聽收音 O 唔 OK 啊？我哋啊吹陣水先 ，O 唔 OK 啊？收音今日就應該都還好，我唔算太。我雖然又係開完工嘅，但係都唔算攰到甩碌，都算係還可以。Jenny Nam， hello hello， 大家 hello。好，咁咧賣少少廣告先，心 OK 係嘛 ？OK， 咁得啦，好啦，賣下廣告啦。大家咧如果想支持屯門畫室咧，可以繼續運作啦，係咪啊？咁我亦都係堅持每個禮拜YouTube 咧 up 兩條片啦，再加一條嘅直播啦，就係我哋嘅藝術的故事，我哋去到36集啦。咁咧就可以去我嘅 Patreon 嗰度支持咧，用40蚊港紙月費贊助就有30集嘅畫畫嘅入門課程啦，包括我哋嘅素描入門十課、水彩入門十課同埋依個油畫入門十課，仲有其他嘅片段嘅。而家我連載當中咧就係水彩風景5課啊。上個禮拜去了1課，聽日會有第2集噶啦。咁呢個就係 Elisa Hello，OK、okay， 好啦，呢個一樣。第二樣咧，隆重介紹咧，大家應該都知嘅。我哋 Mini Pitty 咧，12月咧就係聖誕優惠啦。咁就全線所有嘢都係9折嘅，我一年得一次咁大把嘅啫。所有9折咁樣咧，另外重點推介咧兩個 product 嘅。首先咧，我哋咧。翻咗咧，可以去依度買嚇 ，up 少少廣告先至，我哋嚟等人嚇。我哋咧依個pastel soft pastel 嘅 pencil 咧，我哋翻咗幾個唔同 size， 得唔得？有48色、24色同12色，我開俾大家望望嚇。好，嗱，我開，即係咧，佢依盒係一盒啦，咁佢有12支啦，24支同埋48支，係啊，新翻嘅嚇。咁咧之前咧入咗批咧，好快就賣曬啦。咁咧就係、是、我俾你大家望一望 ，OK？ 佢咧就係、是、一個粉彩嚟嘅，個心係粉彩，但係佢做咗木嘅鉛筆嘅杆啦，咁啊容易啲。使用嘅好冇 ？OK， 依個就係48色，好開心！聖誕節可以買嚟俾自己或者送俾朋友都得。依度一個 product， 第二我都要再講多一次，唔好怪我。咁樣咧，今日咧我有學生嚟畫水彩啦，新學生啦，學畫咗幾堂啦。咁我俾佢試我哋嘅主打中利嘅筆啦。咁其中依支我講過一次嘅啦，好耐之前。咁就係佢哋中利日本京都中利 Made in Japan 嘅。松鼠毛筆，咁咧佢哋就係中利神嗰度就係重新做過嘅。佢哋依個爪爪都好實啦，個塗吸咗好多水啦，個筆尖去到好油嘅。咁咧以往咧我就係入到一支4號，4號就係依個 size， 4號就依個 size，OK。And 而家咧我哋聖誕節咧，我翻咗幾個唔同 size， 咁咧有頭先4號就係依一支中間支啦，我有支大啲嘅，大啲支咧就係7號，大好多嘅個頭，你見到係嘛？
另外小一點的就是有四號和三個零號，大家看過 size。一號，一字，好啦，今日生字嗱，每支咧我入咗幾支嘅啫，啊，而家九折咧就一年得一次優惠咁大把啦，咁就快啲去 Mini Pity 嗰度咧，搶購嚇，前身啊，我可以寄出台灣的嚇，我們有這個10% off 啊，九支嚇，非常好啦嚇，每支我入咗兩三支啫，咁咧經已有啲經已俾人搶購咗啦。咁樣依個暑假聖誕節我就係翻一次貨嘅啫，非常好用，我所有用過學生都話好好用嚇，大家可以試依、這個松鼠毛中嚟嘅，咁就去 Mini Pity 嗰度每樣得兩支嘅，我入好少，賣曬就冇㗎啦。OK， 係咁樣。好多謝大家睇我嘅廣告時間，咁樣咧，我開始咯喎，嗱我嚟啦喎！上集咧，我哋講咧就係開始咗依個荷蘭嘅係依個巴洛克時期，即係1600至1700嘅時間啦。咁就係佢自然之境，因為咧最簡單嚟講就係荷蘭咧嗰時就信咗個教咧，信咗依個新教啦，即係唔係天主教啦，就係基督教啦。咁裏邊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對於嗰時畫家嚟計咧，就係佢唔拜唔俾賣偶像。所以咧，不嬲天主教嘅畫家其中一個最大嘅經濟來源收入咧，就係佢哋畫耶穌畫，咁佢哋嗰扎又完全冇曬依種嘢，好冇？咁樣咧，所以就跳咗去畫其他啦。而今日咧，我想講咧，就再講咗人像啦，係咪啊？我哋講咗人像、超像畫啦，咁就Fun House 啦。好啦，今日咧，我哋就講風景畫。咁樣咧，風景畫咧嚟計咧在整個歐洲咧，喺依個荷蘭時期咧，你somehow都可以係你可以籠統啲講咧，風景畫 as a individual 嘅 subject， 即係話佢嗰個風景畫係一個獨立嘅畫種咧。喺荷蘭呢段時間，佢唔係第一批人咁畫，但係都可以當係第一批發光發熱嘅畫法。咁我今日就會講依段講荷蘭嘅巴洛克時期嘅風景畫啦。哦，考完試啦，曉棠 ，hello， 誒 ，William 好耐冇見啦，好啦，咁我會講一版字啦，兩版啦，跟住講依度啦，跟住咧，就係、是、講依個叫做開耶嘅畫家啦，就係、是、勁，今日真係勁冷門，勁少數，我直頭咧想揾翻佢嘅資料咧，我發覺咧英文咧都好少人做，咁我哋用廣東話做咧就真係冷門中嘅萬語啦，佢叫做。John Mangold 開耶咁上下嘅音嚇，大家可以查下個，因為我會講嘅，俾你睇嗰啲畫。咁我本身都唔係好熟噶，我都係朝朝都係我禮拜四嘅 routine 咧，我朝頭早起身咧，食完早餐咧，做少少運動，我就開始要 prepare 我俾自己一個鐘頭時間嚟做今晚直播嘅 prepare 啦。咁我讀翻依啲書啦，咁樣我發現咧，我本身有睇開個頻道都知啦，其實我好中意英國Constable 嘛，1700+嗰啲啊，其實佢好似佢比 Constable 早100+年啦。你問我，我覺得各有各叻，但係個通嘅 manner 似 Constable， 似寫生風景嘅。一陣間我就會重點講少少俾大家睇下噶啦，我會俾佢畫嚟睇。我哋而家咧讀咗啲書先嚇，有問題嘅隨便問。OK， 睇到係咪？冇創作肖像畫嘅傾向或者才華嘅新教派荷蘭畫家，即係話咧，依個係好得意。有好多人認為咧，畫家就係、是、即係出名嗰啲啦 ，OK， 或者你哋當 artist 啦，就係天才兒童啊，係嘛？即係咧乜嘢咧，佢哋都畫到，但實際上唔係嘅，基本上咧。之前我介紹一啲畫家係天才嘅，譬如 Rubens 係天才型嘅，Velázquez 係天才型嘅，嗰啲人咧就畫乜嘢都得嘅 ，OK， 畫肖像啦，畫風景啦，畫still life 啦，打仗啦，多人啦，少人啦，全部難唔到。Rembrandt 都係依啲嘅類型嘅人。咁但係實際上咧，有好多畫家咧就係、是、平庸啲噶嘛，咁佢點搞咧？所以你嗰時候荷蘭咧又唔畫耶穌畫係咪啊？佢又冇得畫耶穌畫，同埋咧佢可能咧
佢唔中意畫，或者唔係傾向畫，佢可以唔中意畫，或者唔係好叻畫 portraiture， 唔係好叻畫肖像畫嘅畫家，咁去咗荷蘭嗰時點搞咧？好啦，佢必須咧放棄以執行委託繪畫工作嚟維生嘅作品，即係話咧，因為嗰時候咧訂購嘅畫咧，不嬲嗰個模式都係你係一個出名嘅畫家，或者係你出嚟開 studio 咧，跟住咧啲客咧即係話多數都係訂 portraiture 同埋宗教嘅畫，就向你訂畫。喂，咁我依樣嘢，我喺荷蘭嗰度又唔興耶穌畫啦，我又唔叻畫肖像，咁我咪我食咩嘢咧？我食西北風啦，係咪啊？佢哋咧同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嘅大師情況唔同，佢哋必須要把作品畫出來，佢要畫咗張畫先，然後再嘗試去揾個買家。嗱，依個大家好留意依樣嘢，依個format依家依個時間開始改變。佢係買咗，佢係畫咗張畫先，然後擺出嚟，然後睇下冇人買，就唔係 telemic 啦。你明？大家明唔明個市場變咗啦？依個好重要，要理解嘅嚇。今日我哋梗係成日都係咁樣啦，係咪？我哋見到啲畫廊掛咗啲畫，咁我覺得好多人都冇入過去，我都好少入噶，咁去賣，咁好似個商品咁樣嚇。其實不嬲畫畫都係個商品嚟嘅，大家唔好認為好清高或者唔清高，佢只不過係滿足一啲要求而生產嘅嘢出嚟。所以咧，認為咧一位畫藝術家理所當然咧就喺個遠離群眾。而家我哋啲人啊，成日覺得啲 artist 好鬼巴閉噶嘛，又遠離群眾啊，唔使理好鬼 cool 噶嘛。獨自喺佢嗰個咧堆滿迫切待售嘅圖畫之畫室裏邊工作嘅人啊，係咪啊？即係爆曬好多單啊，係咪？因此難以想象呢種社會同我哋又係嗰句啦，我成日都講啦嚇，我哋睇藝術史咧，一定要咧將個腦袋擺翻喺嗰個年代去睇，咁樣咧你睇件事咧就睇到個真相。你唔可以用而家個想法去諗嘅，你要放低，然後代入翻嗰段時間。OK。嗰陣時候，你諗下個畫家真係大鑊啊！未試過㗎，大佬，鑊鑊都係人哋委託俾我畫啊嘛。咁我畫人又畫得唔叻，又畫得樣衰。咁啊，耶穌畫嗰啲有啲似背墨㗎嘛。耶穌畫嗰啲仔仔個食物賣得咁樣㗎啦。我如果之前啲畫家如果唔係咁叻嗰啲咧，識畫即係有工匠式咁樣去抄啲耶穌畫咧，我都賣到生意啊嘛。而家冇咗，咁我點算咧？我調翻轉，我自己畫一啲畫出嚟，畫完出嚟我就要兜售咯。成個成個銷售方法調轉咗噶，一方面咧可以，一方面嚟講咧，藝術家可能咧會因擺脱咗干擾其創作，而且有時會恰佢哋嘅僱主而咁啊嗱。之前嘅係 order 嘅，人哋落 order 你畫嘅訂嘅訂要，明唔明啊？而家佢冇人訂我，我可以由零開始喎，畫我覺得靚嘅畫，咁咧佢就擺脱咗干擾創作咯喎 ，OK？ 大家如果有做 design 嘅或者做美術行業，你都知好係痛苦俾人捽你哋係嘛 ？OK？ 佢冇人捽啦，但係你自己諗。但係咧，依種自由咧，佢係用昂貴嘅代價換翻嚟，因為佢哋而家要面對係更加專橫嘅僱主，有購買力嘅群眾。而家買畫嘅人咧，變咗唔係以前頂得起嗰啲人啦，佢而家係 sell 翻。買得起有錢又買佢嗰啲嘢，嗰樣嘢相對地唔係咁貴族化啦，平民化咗啦，成件事成個 market 唔同咗。但係嗰扎人同之前訂嗰扎人唔同，嗰扎人可能相對地冇嗰啲貴族係咁樣教養噶嘛。咁究竟點搞咧？可能佢哋又你唔好以為佢哋好似好啲喎，冇嗰啲貴族咁麻煩咩？可能一樣麻煩喎，有錢人又麻煩，窮人又麻煩喎，就係咁樣啦。佢咧不得咧不到市場或者去市集去兜售啦，擺個檔去兜售，或者依靠中間人，即係畫廊嘅人，最初頭幫佢哋咧解決困難嘅畫商咧，就為咗利益咧，卻只願咧付出盡可能低成本再借你競爭力嘅，即係咧有人如果佢有啲唔係人畫畫都係一個 sales 底噶嘛，佢賣唔去咁點算咧？咁樣佢就要自己要揾啲畫商，啲畫商又可能恰佢，可能壓佢價錢喎。再者咧，競爭咧都好鬼激烈喎。每個荷蘭鎮上面咧都有好多攤位上邊喎，大佬你又識畫，我識畫，咁啊大家鬥畫啦，係咪啊？即係好似而家大家去嗰啲手作市場啊，係咪啊？你又做鎖匙扣，佢又做鎖匙扣，你又畫貓，佢又畫貓，咁樣係咪啊？二流大師唯一能夠贏得
識名機會咧，就係、是、擅長某一種嘅文，即係話咧，一流大師就係冇類型規限咗佢，畫乜都得嘅。好，歷史上好少呢啲人嘅，其實實際上大部分都係二流。咁佢點搞？佢就係專攻一科啦，佢專攻畫一類型嘅嘢，就畫到好鬼熟。此時一如今日咧。觀眾喜歡知道他是擅長什麼呢？當一位畫家以戰爭大師而聞名，他最可能脫手的就是戰爭畫。如果他最擅長打仗的話，他就是畫打仗畫。如今他因如果他因為畫月光景色而馳名，他就會畫很多月光景色。他們自己的人就開始畫一些不同類型的東西，然後畫了月光很賣，他就不斷畫月光了。明白嗎？好像現在這樣跟著trend，即係而家你韓仔啲妝咧，啲女仔又係韓式化妝定唔左唔識分啦嗰啲，咁你一窩蜂咁樣咯。其實個 trend 就嚟咗啦，嗰時開始有變 trend 樣嘢，然後由市場決定啦。其實好得意，同之前壟斷式嘅唔同咗啦。因為荷蘭嗰時已經係一個比其他歐洲屬於一個開放啲、有自由啲經濟嘅地方，因為佢擺脱咗嗰個教會嗰個操控。在16世紀北方畫家的專業化的潮流，無形中在17世紀就更加去到這個極端的效果了。譬如呢，我再讀這段，很大段，一些柔弱的畫家呢變成滿足於反覆生產同一類型的作品，即是說畫家畫來畫去都畫那樣。如此一來呢，有時候呢他會將他一行引到一個令到我們折服的完美，即是不斷磨那把劍，我不斷畫海畫不斷畫海呢，有可能咧，俾佢畫到啲嘢喎。呢啲專家就係真正嘅專家，專門畫魚嘅畫家就懂得點樣巧妙地處理水域嘅銀白調子啦，係咪？嗰啲魚反光啦，佢專係畫。大家會見到好多巴洛克時期嘅荷蘭好多 still life 咧，有啲係專畫 still life 咧，上面畫啲魚反光，佢係專係處理個魚反光。甚至咧，其明星咧更轉播到大師，即係可能佢淨係成世淨係畫魚，佢可能叻過 Rembrandt 畫魚嘅喎，淨係畫魚嗰樣嘢嚟計，明唔明啊？專門畫海嘅畫家咧，不僅係描繪海浪或者雲形高手，更係精確畫船同埋索具嘅專才。佢畫開魚、畫開船噶嘛，佢梗係知個船上面有咩架撐啦，或者雲海應該點畫啦，明唔明啊？即係一範嘢以前。胡雪你好，他們的作品至今亦都是英格蘭時期與荷蘭擴張，那時是大航海時代，極有價值的歷史文獻，即是現在看那時的船是怎樣之如此類。這批風景畫家中最年老叫做夫利格爾，我不懂得讀荷蘭文，自己抄一下，一位就畫一些這樣的河的景緻圖，大家看一看先，看一看，哇，讀了很久。好，大家深敲，我都讀了成十幾分鐘，大家明白我說什麼？去到這裡23個朋友在這裡，我雖然有時候說粉絲，但我當大家是朋友。這個就是專畫海的了，專畫景色，有幾樣東西他們厲害，天空怎樣畫，所以他們畫很多天空的，因為船的海的話，很多時候都是畫個天，海畫少一點，好像現在這個分割啦，八分是天啦，兩份係水啦，然後有啲船啦，佢哋畫得好熟嘅，唔同嘅雲嘅變化，畫畫下可以深刻 train 到有少少公式嘅，好嘛？我飲啖水先，大家去到22分鐘，深刻 up 一大段嗰時荷蘭嘅畫畫嘅 background 俾大家聽，係咪啊？大家明唔明啊？而家明嘅打個 yes 啊，等我知道，飲啖水啊，有啲鼻敏感啊，唔好意思，大家我要想知道大家明唔明？Sun Love 你好 ，Sun Love 你好。Jayden hello， 陣間 OK 啊 ，OK， 繼續咯。係啊係啊，依家係啊，係啊，佢變咗一個咧如果但係 honest 啲講咧，如果以我今日介紹啲畫家咧，這個質量咧就未算係工匠嘅。但係佢會容易變成工匠嘅，佢哋依個傾向，即係畫得渣啲嗰啲就係工匠啦。但係依個都係依扎都係畫得叻嘅。大家唔知
有冇印象呢？如果有啲人好似我咁嘅年紀嘅人呢，即係上年紀中年人呢，佢會記得細個時喺香港尖沙咀呢，海旁好多人畫依啲畫㗎，香港好多時畫依種畫㗎，但係即係當然荷蘭嗰啲畫得叻好多啦。係啊，係啊，係啊。對，就是這樣子啊，神啊，有時係，有時佢哋係咁樣，但係我哋講緊一啲係相對地唔係即係畫樣樣嘢都有嘅，而好少。我好中意睇依本書，佢講出嗰個實在畫家發生咩事嘛，而唔係神化咗佢嘛，即係劈兩皮油又話有咩達啊嘛，即係而家你見好多依啲㗎，係嘛？所以其實新 love 咧就沒有可惜啦。赤柱市集係啦，冇錯。大家見唔見到咧？赤柱市集嗰啲構圖都係依種構圖。其實最初頭就係由依啲荷蘭畫到嚟嘅，依種風景構圖係佢哋開始先嘅，就變咗個模式啦。你諗下佢哋抄嗰啲嘢，一六幾年啊，大佬，三四百年前嘅嘢，就係咁樣。但係荷蘭係見海嘅國家咧，佢哋睇咧又如果大家有機會。香港藝術館咧有一啲以前英國老畫嘅嗰啲畫家嘅風景畫咧就渣啲嘅，但係就依個傾向嘅，你會發覺荷蘭嗰啲畫得好。OK， 嗱，明我繼續讀咯喎。好得意㗎！呢種畫家荷蘭畫家咧就係好樸實謙卑嘅手法咧，將海洋嘅佢哋畫嗰啲嘢咧唔 fancy 㗎，好寫生㗎。係啊，之前有介紹過，一陣會講，記唔記得我講過一個好大嘅，有啲偉大，我唔記得係Colleran 係咪德國？應該係德國嘅畫家咧，好 grand 嘅畫嗰啲風景咧，佢唔係荷蘭畫依啲咧，好貼地㗎，好細，即係有啲係細張嘅。佢嘅但個格局都係平民啦，同埋好寫生嘅，有啲寫生，但係有啲畫得差啲嗰啲就會工匠啲 copy 啦，係嘛？好啦。呢啲荷蘭畫家係藝術史上首先發現天空之美嘅人，我頭先都講佢畫咗好多嘅天，因為風景係靠風景靠氣氛嚟嘅，佢哋咧唔靠戲劇化或者震撼性嘅嘢嚟表達佢畫面嘅而變得有趣，即係佢唔會加啲好發生一啲嘢喺度，咁就係隻船啊咁樣，可以有相對地樸實啲，但係其實畫個天畫個雲咧，竟然。氣候嘅變化經已夠好睇，但同時間咧，大家要留意佢個字眼咧，要講得好啱啊！作者就係佢樸實嘅嗰啲嘢係嘛，同埋單純啊，呈現一個咧佢哋眼中嘅世界，而且發現咧可造就出咧如同任何英雄事蹟或者令人滿意嘅畫來，即係其實可以變翻，佢淨係咁簡單都可以做到咁多嘢出嚟。子南 ，hello。好啦 ，OK， 依個都容易明嚇。最早發現依類型嘅畫家咧，係來自海牙嘅依個畫家。今日特別就要講依一個咧嚇，叫做開耶嘅畫家，好冇 ？Yongwen 開耶咁上下讀個音係 Yongwen 嚇。咁咧佢嘅風格，佢嘅畫係咁。大家睇一張，我啱再俾多幾張大家睇，我睇下先，我睇下後邊，唔係講佢好多嘅，兩段嘅，我俾啲畫大家睇下先，好嘛？我哋睇下開型嘅畫先，初到貴景啊 ，pop，hello。OK， 我俾幾張大家睇下。清唔清啊？OK 嚟啊，咁有少少光。大家睇唔睇到？真係睇唔睇到佢嗰個畫風景畫嗰個專才啊？好靚㗎！依張其實我覺得佢好衰嘅係咩咧？好衰咧！開爺嘅話咧，佢唔係咁。佢唔係真係好一級嘅畫家，佢冇嗰種Velázquez 啊，即係 Rembrandt 啊嗰啲係真係天才型㗎，有魔力級嚟嘅。佢唔係嘅，佢樸實啲嗰啲嘢，佢樸實啲，但係好寫生嘅，但係好寫生。我今日冇晚市做啊。
哦，阿子南做飲食嘅，呢、这个叫哥，呢、这个叫做开爷啊，开爷，OK，William 睇到素描好啦，系咪啊？成张好舒服，个树个素描好好，哦，厨师，咁可以睇下直播啦。你见唔见到咧？前后景好好，同埋呢两个人好似讲嘢，我放大俾大家睇下，睇唔睇到呢两个画两个人仔画得好，同嗰个画面好配合，好得意啊，系嘛？好似讲嘢噶，嗱，我就睇下，我哋睇啲素描，你睇棵树啊，如果你想睇素描。我想講係好寫生，好寫生。我覺得好之後我好中意 Constable 嚇，但係就係依類嘢嚟㗎。其實你睇個樹，啲光落去，睇唔睇到佢嗰種樹嘅味啊？好好嘅素描，你睇下遠景，你睇下佢依度嘅遠景，棉花大叫係咁嘅，啲大貓嗰啲老貓係咁，後邊有個人走，你睇下佢依度幾個層次嘅，由近景推到遠景，仲有幾條友喺度耕田㗎，你見唔見？你哋見唔見到啊？係好舒服啊，好自然啊！你問我都係一級嘢嚟㗎，好難畫到咁樣嘅。你睇個天，你睇個天嘅變化，虛得好自然啊！係啊，William 啊，明白，好叻。你想睇，我再睇上面啲雲嘅描繪，好舒服啊，係咪？我俾幾張你睇啊，佢就係冇逼你去贊佢嘅畫，你譬如呢張咁樣。嗰啲唔係紙嚟嘅，佢油畫嚟嘅，油畫耐咗係咁嘅，會裂嘅。睇嚟得，舒唔舒服啊？依張風景係咪好靚啊？個天，大家要記住喎，我講咗今日係第36集，記唔記得咧？如果有睇開嘅朋友就知，之前啲畫一定要有個啲題目咧，係由人出發，耶穌係人，portrait 係人，係咪啊？佢唔係啊，呢個冇人嘅，呢個就係一個自然環境。之前嘅話咧，就算咧有背景咧，都係人像、肖像、皇帝嗰啲後邊做 background，前邊有耶穌，係咪啊？畫咩？最初就畫咩背景最多係風景啊，三皇朝聖啦，前邊耶穌啦。系咪啊？跟住就聖母啦，咁後邊嗰啲背景啊，你再諗下，我最初頭第一文成個文藝復興都係咁啦，成個文藝復興個背景都唔係風景嚟噶嘛，佢只係人物故事後邊嘅 background。但係荷蘭仔而家呢個巴洛克時期咧，即係6幾年佢變咗一個獨立嘅自然嘅環境，好好睇係咪啊？係咪好靚？我埋啲俾大家望。你睇下佢嗰啲，你睇下佢畫嗰啲田，你睇下啲 layer，你見唔見到有個人喺度啊？風車個頂，稻草人，唔知啊，好似人定稻草人咧？人嚟嘅唔係稻草人行緊條路，棉花石叫嘅。你睇依下，你睇到暗晒，然後忽然之間又光喺遠處射落間屋。如果大家有行山行得多咧，我以前成日畫風景嘛，我就成日都見啲情況。咩有少少印象？
咩少少印象？你想睇下個雲，個畫法係咪好多好廣闊個天空，好宏大個天空啊？真係畫得好啊！依幅畫，印象派嘅感覺。所謂其實所謂印象派嘅感覺，只不過係 sketch 啊，即係起我哋畫油畫嘅起稿階段咁解啫。只不過佢哋未係，佢哋唔興。他們又沒有能力去到做到這麼小，印象派做不到這個素描的，這個素描很小的。我又再給一些大家看好嗎？我給了一張很有趣的你們看、看看他的素描，大家看看他的素描，你就明白他怎樣落的。看這張就沒事，看他畫很多人，我想給你一些風景你們看。這張呢，這是樹，他的素描很簡單的，你會發覺以前somehow這個都是大師來的，我覺得 OK 的，但他不是 Rembrandt 那個級數的，都厲害的，畫風景都很厲害，很舒服的，很簡單的，線條很簡單的，很多時候他出去畫一個 sketch， 他回去這張畫可以放一張油畫仔，西洋山水畫油，雨積雲，是吧，很簡單，有些線落都很簡單的，即係素描係咁落嘅，應該係咁嘅。佢話嚟做一個記錄，係嘛？我今日咧，嗱依個好得意，依個大風，阿嘅，我試下攞盡下依個，睇唔睇到佢閃電啊？畫，大家睇唔睇到啊？個閃電嗰下有落得好好啊！我陣間賣啲俾你睇。你睇只船吹到，香港成日打風，你睇下嗰啲陽光射落嗰啲樹嗰度。是不是很小幅啊？可以是，我沒有看尺寸，荷蘭的畫都小幅的，荷蘭屋很小的，你去過荷蘭人知道。你看看天那個，你看天那個，那個閃電。你看看它這個虛的不足畫那些雲，它的閃電那一刻很有力。看不看？大約看到啊，這裡，我現在畫面這樣看，我iPad 不太差。很有動感和很有力啊，這一刻才啪啪啪。真的懂用筆的。真係叻㗎，好叻㗎！咩年份啊？巴洛克㗎，一六幾嗰啲 friend， 我把聲聽到幾舒服，多謝。好多人都咁講，好，我哋再睇啦，好唔好啊？我睇啲雲啦，我本身好中意雲。但是呢，你會如果你即係要argue啊，係咪？咁佢畫嚟畫去都係依啲咯，遠景啊，有啲山啊，有啲咩咯，就係頭先所講嘅類型啦。你叫佢畫啲 portrait， 佢可能唔識畫，畫得唔叻，都唔會完全唔識畫嘅，但係畫得唔叻啦。係咪好舒服啊？我中意依啲嘅，有畫過風景畫嘅人就知道，其實都係高手，舒服。舒服，我哋再睇嗱，佢有畫人嘅喎，原來你望下嗰啲人啦 ，John Stink， 依個唔係佢啦，依個唔係佢畫啦，有個近啲嘅滑冰啊。這個就是很北方荷蘭，我不是說過逢是北方文人復興很厲害畫那些人仔，很好人仔，我們看看人仔都很搞笑的，你看看這些人溜冰啊，是吧，大家看什麼都都可愛的，你看到他畫人仔就是畫這些咯，因為他畫這些小小的點綴就挺好看咯，
你話嗱，依個唔識畫啦，依個，但係你畫得好叻，佢又唔係啊。Bosch 嗰啲人好有趣啊，係嘛？我哋睇過，我哋記得以前啊 ，Peter Boyle 嗰啲好得意嘅，係咪？佢唔係嗰啲，嗱，好似貓嗰度，但係係有趣嘅。但係你哋唔知你哋印象中有冇記得依啲似唔似好舊嗰啲聖誕卡啦？大家，哦，唱歌唔得啊，大佬。你看這個，你看這個綁著鞋帶弄著對鞋，是吧？就是他畫人仔就是這個水平了。用什麼牌子啊？這個牌子收音咪，我沒有用收，現在我沒有收音咪，我只是播 iPhone 而已，我沒有什麼器材啊，我以為我用播 iPhone 10X 來做直播收音，我收音用翻佢 iPhone 裏邊個收音，有冇插麥？但起屋係咪好似聖誕卡啊？我唔知你哋以前有冇收過啲聖誕卡，錄得咁清啊，幾好啊！依個係咪 ？OK， 我再睇多張。嗱，就係話嚟話去都係依啲咯。如果你拗佢係咪好叻，咁佢就係話你話佢都係依啲啦。加我哋聖誕卡都可以噶，冇錯，好似紅仔曲奇餅嗰啲，係啊，啱啊 ，William 係。我哋再埋少少睇，一棵樹嘅素描，係啊，所以。依、這個風格其實係一六幾年就有啦，所以好難咧定一樣嘢，我哋叫巴洛克風格，佢又唔係一樣好 specific 嘅嘢。教啊 ，figure 我之前有出噶，你睇翻我啲片。狗仔叫怪係啊，蜜蜂怪，蜜蜂成晚都叫。好 ，OK， 大家睇完我再繼續埋講埋嗰啲，好大家明啦，係咪啊？嗰個睇咗大輪，我哋大約明嗰個嘢係點樣。OK， 顏色捉唔準啊！顏色捉唔準就都係素描問題啊，我覺得。嗱，佢同咧風景畫家嗰啲咩同代啦，唔使理啦。佢有啲鄉愁噶啲嘢係，即係嗰陣時間嘅荷蘭嘅情況啦，係咪啊？咁如果佢比較嗰啲都唔使睇啦。OK， 依位荷蘭畫家描寫嘅係親切嘅風車，而唔係崇高嘅神殿，係一大片。平實的鄉土，而不是有人的林間空地，他的東西很貼地，如果我自己形容詞，我喜歡這些，我喜歡這些多過 grand， 我喜歡這些很有人味，很有人情味的畫，我自己喜歡，我喜歡這個，現在這個開爺我覺得都好看。開爺知道怎樣將平凡的景緻轉換成恬靜的，而且很靜的，他的畫即剛才當然有，他很靜的，這些畫其實大部分他將熟悉的題材變形引導我們的眼睛向著朦朧的深處，使到我們覺得處於一個優越的地點，正在即是我們優越的地點不是個地位，即是說好像帶到我們去一個很漂亮的位置去看景，簡單來說就是打卡位，行不行？好似望住啲夕陽啊咁樣啦，係啦。俘虜咗英格蘭啊，我都話啦，英國嘅畫咧就好中意依類嘢，以致佢哋咧企圖咧轉故鄉嘅風格嚟配合佢哋喎。佢哋即係連英國都畫到好似咁樣咯。所以頭先嗰啲風景畫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好，答一句嘢先嚇。Pop 問咧，小六。小四、小六水彩教學應該是你貼邊度睇？我見播放清單水彩教學有啲咩好多冇年份啱唔啱？
都睇到噶，小四、小六都睇我嗰啲水彩教學啦，我啲好簡單嘅其實。小四可能有時細咗少少，五六年班都冇問題，好英式係咪 ？William 睇到好英式，其實英式就係跟佢啦。大家如果記唔記得年頭啦，香港藝術館有得睇 Constable 同 Turner， 大家頭先啲風景畫似唔似 Turner 嗰啲啊？係啊，我真係剪咗好多片啊，我日日拍嘅大佬，拍到人都癲啊！大家如果想簡單少少去學咧，可以去我個 Patreon 嗰度咧。去我 Patreon 嗰度就有片嘅，你去睇下就係40蚊，40蚊港幣，我有30條片噶啦，嗰度已經，咁就可以俾去依度啊！我有你試下 join 一個月俾40蚊啦，你就30條片睇，我除翻運個零銀錢一條片，我特登做依個價錢，我想收錢嘅，但係我想嗰件事係大家好似。飲杯咖啡的價錢就可以看到30條教學影片，很高質的，我自己很用心記拍，可以看看好嗎 ？OK， 咁咧，所以咧，美麗如畫咧，其實依個字咧，個字英文有個字叫做 Picturus 個字，其實就美麗如畫咁解，就係講佢哋啦。從此咧，我哋習慣咧將依個字眼應用喺我哋就成日睇嗰啲景嗰啲咧，就好似咩城堡日落，我哋都又有風車有帆船啊，即係頭先望嗰啲。所謂的好像靚到風景畫咁靚嘅嘢咧，其實就是由依一批畫家的構圖嗰度攞嚟噶，就定收有多少約定俗成，有多少約定俗成。而家咧，當我哋咧咁樣講時，我哋咧都聯想到嘅就唔係羅倫啦，而係開耶依啲畫家啦。好多流浪嘅人咧對。即係以前好多人流浪啊，唔知道我都唔係好明佢講乜，都睇翻佢啲畫就覺得好有親切感啦。OK， 好謙遜嘅依個大師，我中意睇啲畫係傾向謙遜嘅，簡單樸實多啲嘅係嘛？Rubens 啲畫串嘅，Velasquez 畫串嘅，我都覺得達文西啲畫串嘅。串有串的 power， 這些謙遜的話就是沒有那種呢很逼你很喜歡他的東西，不是很大力的那種東西，但 是兩個口味不一樣，有些即是你煎隻雞蛋有煎隻雞蛋的吃法，你吃長腳蟹有長腳蟹的吃法，好嗎？英式是不是北方精細得來又帶些文斯文嘅感覺，英國嘅畫你可以咁講啊，但英國啲畫唔係好精細，其實英國人畫畫比較渣啲嘅，即係喺當期咧，如果你好想睇咧，你抄翻英國咧嗰陣時候，巴洛克時期啲畫都係渣地嘅啲嘢，佢係去到之後咧，所以其實嗰時候畫畫叻嘅人就係英國，英國好後，因為佢遠啊佢嗰個位，多數我哋都講成個文藝風最叻嗰陣就係意大利佬啦，跟住巴洛克嘅時期就係、是。文藝復興時期當然北方都叻嘅，即係北方都有大師出到，係嘛？我講咗好多，即係嗰啲北方文藝復興嗰扎啦，係嘛 ？Yuan Yi 啊，嗰扎都好叻啊。咁巴洛克嚟計就係上邊依個德國、荷蘭、比利時依扎畫家都叻，咁下面我哋有西班牙畫家都叻，多數都係咁樣睇嘅嗰個藝術史。咁但係頭先我講嗰、那個咩開乜鬼名啊？成個開耶咧。他就很少書會講他的話的，勁少。咁今日我直頭今朝揾資料我都揾唔到，咁我都幾開心。我成日揾啲嘢咧，小眾到咧連鬼佬都唔揾啦，就我揾咗。OK， 今日就講完㗎啦。有冇嘢問？我下集就講萬眾期待嘅 Rembrandt 啦。我講依今日我講依啲咧好簡單，我冇咩壓力啊。Rembrandt 嗰個都要咪下嘅。Rembrandt， 一版、兩版、三版、四版。Rembrandt，if possible， 我一堂講完啦。如果唔得，我斬開兩集講啦。因為我冇畫俾你睇。Rembrandt 有全才啊，靜物人物啦，同埋佢嗰個。油畫同埋啊，仲有佢個版畫都係一絕啦，都好緊要呢個。即係荷蘭嚟計，
或者北方嚟計就我會揀 Rembrandt 差唔多最叻嗰個人。好，咁就呢度啦，又係去翻。咁啊講完啦，好簡單，天空。開爺有冇人有問題？我飲啖水先啦，可以五分鐘問問題。係啊，Elisa，感謝你嘅支持啊，係啊，我會繼續用廣東話，我會繼續一直用廣東話講俾陳思嘅。我當然我最少應承大家，而家我哋講到一六幾，開爺係一六頭啊，係啊，我會講到1900啊。我講多200年咯，會嚇講到200年用多一年零時間啦。我諗我講到好精細啊，因為而家我譬如我 Rembrandt 我可以剁開兩集嚟講，咁我一集一個鐘，我兩集兩個鐘噶啦。其實淨係講一個畫家，咁我之後嘅都巴洛克又巴洛克好睇嘅。之後所謂嗰啲 Rococo 嗰扎又悶悶地，我唔係好中意。法國嗰啲我唔係好中意啦。跟住或者我完曬依啲，我就講一啲我私心啲嘅中意嘅嘢，講多300年。我講到去梵高我就唔講噶啦，嗰扎後邊嗰扎我唔識講，我就唔講。好嘛，有冇人有問題？記住繼續去買依個筆啦嚇，我就因為我都係疫情關係咧，畫室生意咧就啲學生就大跌，咁就我今個月12月咧我都靠賣顏色為生噶啦，咁咧大家幫幫忙。有乜人想去買顏色咧，就可以去 Minipedia 嗰度購買，好嘛？9折優惠啦，我又做翻個回饋俾大家。第二就係、如果想繼續 sponsor 我用廣東話講嘅陣時咧，同埋一個禮拜有兩條片出喺 YouTube 嗰度咧，咁依個藝術史直播我係堅持係免費嘅直播，我想所有識廣東話嘅人都會聽到藝術史，依個係我嘅堅持嘅。咁就如果想 support 我嘅，可以去。試下用只係40蚊一個月嘅月費贊助去 Patreon 嗰度支持我啊！可以入邊睇片唔睇片都得，你可以當 support 我。CK Chan， 我會噶啦，我會噶啦，多謝你。係啊，去買盒啊！即係9折好靚嘅。頭先嗰只筆係好好用嘅，我成日用嗰只松鼠毛啊，真係一流喎、啊。好冇？有冇人有問題？冇我就收檔。冇啦，係咪啊？阿子南啊，努力啦，係你做廚師都麻煩，成日冇公開，大家自己做自己應該做嘅嘢。幾時有直播啊？我逢禮拜四嘅依個時間咯，9:30到10:30啦。之前就直播半個鐘，而家直播一個鐘噶啦。係啊，自己做自己做應該做嘅嘢，好冇？好係咁，冇就拜拜。